家里的开关底盒坏过之后非常危险，咱们可以用这种修复器进行修复。首先咱们把修复器固定在底盒面板上，同样左边坏了咱们也需要固定一个。然后咱们固定好，这里也是一样。放平推入咱们的底盒，把螺丝顶死，这里的螺丝也顶死，这样就会非常牢固。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，咱们顶紧螺丝，两个耳朵会支撑起来，就是膨胀原理。